what's going on? What's going on?学生什么？另类明星脸，你觉得像不像呢？超不像！啊！君君，我都已经像红龙了，你还砸什么砸？我被砸到了。好像！掌声鼓励。对呀。哦，你这个算真的很像，因为今天我们要讲另类明星脸呢，可能之前大家都说，哎呀，我像林志玲，我像王力宏，但今天我们会像的比较有一点，可能有动物界的啦，对不对？也有阴阳界的啦。然后呢，这个主要来参加的人都希望人家说他不像，嗯，因为之前网络上有一篇，我不晓得你们有看到，有人说那个。王仁甫很像一个阿美，我们的好朋友，对哦，好像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一位。所以你觉得王仁甫会开心吗？不知道哎，他到底开不开心啊？因为其实马美就是我们也不讨厌啊，对啊，是啊，但是看王仁甫总不能有那样的联想吧？也对，也不行，但是会增加一份莫名的，就是说不出来亲切感。亲切感是看着仁甫哥的时候，是。然后像卢广仲真的很像早期民歌手包美胜哎。对，这张照片是还蛮像的，而且今天呢，我们现场同学，我看每一个人说自己像什么？建言，你这个是像，好像哦，骆啊，建言像草泥马吗？骆马，对不对？就是驼，羊驼。有，你觉得有一点像哈？我在大一的时候就被人说很像，然后我那时候去比赛，我甚至用他的英文名字，我叫他阿帕卡。然后去比赛，然后就加深了那个外国评审的印象。对，水啊！因为太像就对了。而我之后被那个评审记得，他说我的东西很疯狂很酷。然后之后我就把名字改了正经一点，我叫 I A N， 这样要记得，就这样。哦哦，没什么关联啊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那个季安妹是谁。看到季安妹的图片，然后照片你拿下来了。你第一次没有修图哎，照片拿下来。大家自己觉得长一样啊？我只是打扮像哎，我这么纤瘦，他这么胖。哦，大家觉得像不像？圈叉。按到爆，嗯，有像，像到爆吗？旁边的华干兄说一说。没有错 ，I got you， 你就是很像，很像。很像季安妹，像你这华干像不像天哥？这像华干是，我觉得他感觉上是有点像，但是表演能力稍微弱了点。他会加分的，对对对，加力啊，会加分的哦，加分来。什么？谁像谁？我是歌手第二届歌王韩磊。哦。我真的很想再活。五百年，像像像像像啊！掌声鼓励，掌声鼓励！哇，好，还不错，表演很需要被鼓励的一个人，对，好，我们看翁之曼也来到了现场，哦，是我们的嘉恩，嘉恩啊，真的有像哎，有，就是因为我从国中，因为我国中留刘海，那时候就很多人说我长得很像翁之曼，可是我觉得还好。干嘛？你还不满意啊？像不是不是不是，因为翁之曼很漂亮，漂亮，嗯，翁之曼很漂亮。我觉得我没有，就是我没有她那么漂亮。哦，都这么讲了。威廉觉得算，我觉得算像的啊。对啊，应该有八九成了耶。对，有人像章鱼哥吗？章鱼哥，像，其实有像哎，有，因为他的鼻子也是垂垂的，眼神也是有一点好像是不爽。走开，海绵宝宝。是，好像哦，还不错，对，而且这是什么？顶呱呱，你好，哎，好像，好像，好像哦你。我说阿泰啊，说真的，不管是章鱼哥还是素食店吉祥物，还真的都挺像的。而除此之外，大学生班底里还有其他另类的明星脸，不管是像歌手、艺人还是卡通人物的。至于像不像呢？我想娱乐效果还是占大多数吧。
好，今天我们有三位美女。是的，这三位美女也都是大明星。那我们来看看她们到底有像哪些明星呢？欢迎陈婷妮、雷瑟琳跟杨晴。欢迎三位，欢迎。哎，也有人说你们像谁吗？有没有陈婷妮？之前是有人说我像杰西卡·艾巴，我非常开心。哎呦，哎，真的有哎，像嘴唇是，哦，鼻子也是，嘴唇。然后之前也有人说我像蔡依林啊，有吗？有吗？嗯，杰西卡·艾巴，马上杰西卡·艾巴很开心，像，对，哦。但是你也有一点像雷瑟琳哈，对，你们俩有姐妹感，会有姐妹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好像，很像姐妹，对，可能是肤色相近，衣服也好像，对不对？我们每次都，我们每一次撞色，我们每一次上节目都大家自己穿衣服到现场嘛，每一次连续两次，两次都撞衫呢。上次是撞绿裙子，然后这次是撞黑白色黑鞋。对，默契很好哎。对啊 ，OK， 但都是美女咯。对啊，哎呦，还是单纯就是排挤杨晴呢？没有跟他讲好。哦。杨晴有没有被说像谁？比较多说像杨公如。好像有哎，有像哎。还有钟嘉欣。嘉欣。钟嘉欣超像，钟嘉欣连我妈妈自己看到，她说你什么时候去香港拍戏了？哦，这么厉害，有。对，嗯，然后黎姿也有一点哦，脸型的关系。嗯，好，不过至少都是美女哦，美女像美女应该都蛮开心的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请到的这些人，他们像的人物其实都很特别，他未必是在影剧版出现的，没错。今天节目中来了六位另类明星脸的来宾，他们因为长得像这些名人而觉得有点困扰，到底今天他们能不能成功摆脱别人对他们的印象呢？另类明星脸鉴定会正式开始，让我们欢迎第一位来宾扫把易，欢迎他。像他厉害啦，马云像马云哎，不错啊，厉害，很好啊，对，很好，对啊。好的，开始。来来，哎，你的背景资料，马云这个是我们阿里巴巴集团还有淘宝网的创始人，之前是中国的首富哦。哦，我们来看看他跟马云的照片对照一下。看照片，哎，年轻版的还好，还好，要讲是脸型。照片，大家觉得看到照片会像吗？圈叉，像不像？圈叉，不像。我觉得其实不像，但有迹可循的是他们的脸的那个形状很像，都方方的过，方的过很像。其实照片超不像，对不对？小芝，小芝，我觉得很不像，但是我看到他本人穿着，我觉得有一点像，但脸长得真的不太像。那这个照片可能不像，但是我们要看真面目。好，来倒数三秒钟，准备好了，三。哦，这个有没有像？有点开玩笑哦，不像，全班都打叉，不像，好，不像。太大力了，但是看不像打大力，少华，你要自己讲出一句话来，都脑震荡，谢谢大家。我真的不像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来来，少华一到中间来。你是在什么时候被觉得说像的？是在就是我到了新公司去，然后公司的老板、执行长看到我说：“咦，你长得好像马云。”这样。哎，哪有？我们全班都打叉哎。太夸张了，比较像黄百鸣是不是？黄百鸣。开心大头。大鹅，你觉得？我也觉得超不像哎，因为我原本不知道那个马云长怎样，但是我现在看那个照片对比，真的是不太像。那你当初被人家说像马云的心情是？觉得其实蛮不开心，因为毕竟他是个老男人，然后啊，中年中年有首富哎，啊，事业有成。我是觉得自己比较像。想复制明星发型，却弄巧成拙成另类人物。让我们欢迎第二位来宾叮叮咚，欢迎他。好像啊，照片都这么像了，我们看看本人像不像？
从什么时候被人家说，哎，你像？对，陈局是长，因为我之前是要模仿那个 PS 男里面男正龙，就是烫头发之后，对，就变这样。说像马云的心情是觉得其实蛮不开心，因为毕竟他是个老男人，然后啊，中年中年有成，首富哎，啊，事业有成。我是觉得自己比较像方大同，来全场投票，觉得连三位女孩们。我说你像方大同啊，还是歌声的部分啊？他有可能是歌声，对，有可能。哎呀，他会模仿，他会模仿。来来来，方大同的歌声，方大同。哪一首？哪一首？爱爱爱吗？还是什么？好，爱爱爱，唱歌两句。哎呦，厉害了！好，再上去唱是不是？好，再上去唱。如果不像，再来一次，加油。会不会等一下脑震荡啊？就是帮人家来一直打。那你要想办法，要真的很像哦，加油！加油哦，预备备，起！不明不白。是怎么样？开玩笑，你死的不明不白的。家里没冷气啊？还真的死的不明不白。哇塞！你问一下那个雷瑟琳觉得呢？他哪里像？受不了，怎么样？很生气。我觉得有自信心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有自信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了解哦，自我感觉超级好。来，安迪，不是，涛姐，其实他像一个人，谁？小清风。好，小清风现在的感觉是什么？小清风，好像，好像。很像，我长得很有个人特色啊。嗯啊，我长得很有个人特色，也没有啦，我就是像 H H 先生。没有没有，你就像他，就像少法义同学，超像的，突然找到天涯的兄弟，对不对？哈，好棒哦。好 ，OK， 安迪。然后我还想问他一个问题，就是长得像，好，虽然我们觉得不像，可是长得像马云有对你带来什么好处或坏处吗？好处是我老板会带我去见其他的老板。然后他们就会介绍，然后就说这是马云。老板疯了吧？真的真的就这样，真的就这样。老板真的喝很醉就对了。OK， 就是一个笑点嘛，对不对？一个笑点，一个笑点。好，心仪。我想就是不是你以前是不是有做过什么节目啊？有，我以前有做过《华人星光大道》。啊？好姐姐，你有做过？有有，第二届的时候。你是做过观众还是？没有，就是。旁边的小小的摄影师拍你这样哦 ，OK， 所以那个时候有拍到什么走光吗？还是没有吧？没有没有没有。哦，你真的有录过？有有有。那时候我们现场是怎么样的气氛？现场哦，其实桃子姐每次都会在录影前，大家把大家捧得很开心，然后会唱个两首歌这样。对对对对，把现场气氛搞嗨了。对，怕大家太累了，对不对？如果早知你对我不是真。厉害了，我也就不会那样轻易地爱上你。欢迎西游记，滚有情，为什么悄然远离去？其实我现在打歌的时期是不能唱其他歌的。哦，那宣传期是不是？宣传期是不是？嗯，但是有何奈？哦，何奈。开心开心哇！真的做过哎，有有。那你现在在？我现在在库桥。对。哇。哦，库桥。哇。库桥厉害。库桥厉害了 ，Cool Culture， 所以是库桥，把它合在一起。哦。对，也是我们的那个演艺圈里面的制作金童鬼才。哎呦。演艺圈的制作鬼才。是的。詹仁雄。啊。对，大概会有什么内容推出，跟大家介绍一下。我们现在我在做一个节目，叫做《初恋志》，然后这个节目呢，就是在 for 我们的高中生、国中生一起观看。然后我们里面有比较特别的，企划是告白任务，就是如果你有喜欢的女生、男生，然后你想跟他告白，但是你没有勇气的话，
或者是你没有好的 idea, 找你呀、啊？对，找我，我会帮你们企划。好，完蛋了，半毛钱都不用出。哦，我想还收钱，收錢还想收钱，完蛋了。没有，我觉得我亏大，因为我本身单身。你看我刚刚一直说砸他砸他，那这样我的未来，如果我想要叫他帮我跟，你可能得先跟他交往。哎呦，跟马云试试看，好不好？试试看呐、啊，好不好？试试看啊。OK， 那预祝这个酷桥这个点阅率破千万次，好不好？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谢谢麦景峰，让我们欢迎第二位来宾叮叮咚，欢迎他。在你的面具还没有拿下来之前，全场已经说很像，你现在心里是什么滋味？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。讲话是正，声音也是正常。好，我们看一下那个照片的比对好了。好，跟这个陈局市长，好像啊，真的像，像，一模一样啊。看到照片，大家觉得像不像？像，太像了，对不对？请问一下阿泰。哦，这个完全是一模一样、啊，这个脸简直是百分百，对不对？对，完全是百分之百，而且真的是往中间集中哎，完全不得了，往中间集中版是不是？那 Patrick 你觉得？很像啊，就只是纯粹头发烫太爆而已。豆哥的发对啊，一模一样啊。好，照片都这么像了，我们看看本人像不像？倒数三秒钟，三，哦哟。面具没拿掉，面具没拿掉，哎呦！哎，他不笑的时候好像不太像，你看一下，笑不笑？不笑，然后笑，笑笑，笑的时候，像哎，很像啊！三位觉得呢？三位觉得像不像？太像了，超像，对不对？但是从什么时候被人家说，哎，你像？对，陈局市长，因为我之前是要模仿那个 PS 男里面男正龙的。那个时尚卷，可是不知道跟发型师可能沟通错误，烫出来就变花吗？哦，就是烫头发之后，对，烫出来变这样卷。这种发型你还笑得出来，是一个乐观的人哦。同学是跟我说可以一边开玩笑，哦，有点闪电十一人的感觉。但是你被说后来像这样戴这样的假发，觉得像陈菊的心情是什么？心情不会很开心，因为他一下子被叫陈局市长，因为他也是中年人，然后这样子中年，这样子我对对对对对，那我不是很开心，对对对。那你实际是几岁？嗯，26岁。哦，了解女生的心情，但是这次都没有接受到邀约，就是陪他去拜票嘛，这样。少接，可能因为我现在刚开始模仿他，所以可能他还不知道我。还有不是，你还要模仿他？对啊，你会不会在高雄是可以白吃白喝的那种？没有啦，没有到这个，就是会吃小吃的时候会免费，不是免费啊，就是可能便宜的打折哦，送个大肠头之类的。好，来 Jocelyn， 那既然你不想要上陈局，你会不会在？就是外在有什么改变？头发会想要留长，然后穿着会想要年轻一点。所以可以啊，穿着想要不要了？碎花的部分就尽量减少，是。嗯，碎花、大花，对不对？很多花尽量都不要。建言，就我想问他会不会跟朋友聚在一起的时候，然后学陈菊给大家看？会会会。哦，现场可以来一下吗？来来来，单不可思议动物明星脸，让来宾找到另类工作。让我们欢迎下一位来宾阿正同学。有点像哦，有像是眼睛。那我们就要来看看真面目了哦。请揭晓。他很用心耶，他连衣服都是毛的图案。像素染，那打工的时候会有什么影响吗？去年打工的时候就有被人家请过，就是因为这样子被录取。结果他一去上班，发现旁边都是真的。都是。在动物园。让我们欢迎陈市长。欢迎。我是陈菊，今嘛会喷汤油，遮尔济。
我已经派纳豆去解遐喷汤油，全部拢啉无了。啊，毋过，大家讲好吗？好。啊，毋过，伊毋知影是去互喷汤油啉去，啊是已经啉喷汤油，到即个时阵，佫阿袂转啊。道具。大家好，我是纳豆。刚才好像有听到阿菊姐在叫我，好像康康刷刷刷刷什么？还要模仿纳豆是？是耶！我想比，好狠哦！来，纳豆再来一下，纳豆，来纳豆来一下。奇怪，怎么就是表演一样就好了？对呀，陈菊那段真的是很可爱啦，对不对？哈，来，请问一下650有什么问题？我想问一下叮叮咚，就是你长得外形这么像陈菊市长，就是对你的异性缘有什么影响吗？就是之前有跟一个男生就是。可能就是算是那蛮稳定的。那后来因为我就有一天鼓起勇气跟他告白，那他就说，我实在是不知道该用什么心情跟一个市长交往，陈菊市长交往，他是这样。后来就都没有联络 ，FB 什么什么的都。对，封锁掉了这样。封锁，太好了，没关系。就因为你像，但你讲这段，你觉得陈菊市长看到他的心情？怎么办？还是剪掉？哦，市长太忙了，没空谈恋爱啦，对不对？哈，好，阿 Q。我想请问叮叮咚市长，就是你长这样子啊，是对你的工作有没有什么影响？你本身是看护人员。哎，对对对，工作的话就是病人都会主动来跟我拍照，那比较。热情一点的就会就是还介绍他孙子给我认识，孙子那也因此有接到一个广告，但广告的厂商跟我说我是试镜陈菊里面中最漂亮的啊，恭喜啊恭喜！我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，因为去试镜的人都是50-60岁的阿姨们。我同学跟我说，这一眼哭，这一眼笑啦，好像也是可以。对对对，哦，往好处想，往好处想，是啊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个，那我问一下陈婷，你有没有朋友是像这种政治人物的？好像没有哎。有吗？长得比较怪，就是像豆豆先生。像豆豆先生。有人说他长得像那个罗志祥。有人说我长得像罗志祥跟乔治·库尼。罗志祥。罗志祥。罗志祥跟乔治·库尼。乔治。可是没有化妆的时候啊，就卸妆哦。乔治库尼色啦，眼睛大，然后肤色深的关系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在这边，其实这个不好意思，本来今天要帮你洗刷一下，但是你真的太像。对，真的。是不是？很好啊。对。对不对？整的接 case， 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在这边掌声恭送陈长。好，谢谢你。Number three， 让我们欢迎第三位 Rush， 欢迎 Rush。我们问一下是这一位应该是姚明头，来，麦克风给你。他长得像姚明头吗？姚明头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他的形象的是什么？我像是姚明的表情。表情。姚明这个表情特别像是。哎，对。来，我们看一下照片。好，来。很危险，对呀，这可以小心有啊。大家觉得有像吗？圈叉。哦，也没有人觉得像。哎，没有一个 Patrick。我觉得应该感觉有更像的人，他只是做他的表情而已。对哦，没有表情，大家都可能照片不像，但本人不一定哦，好不好？脸是黑白的。预备，3秒钟。3、2、1，请开始。好，来，有请 Rush 到场中央来。所以看到本人，大家觉得像不像姚明的表情呢？圈叉，还是不像？是不是？来，阿 Q。我觉得我模仿都可以比较好。你来，来，你来，你自己要模仿的，不
是不是？我觉得有机会，我觉得有机会，有机会，你上去看看。认真来问一下，然后大家来决定，好不好？你的表演的那个 performance 的，来，瞬间，姚明脸，一二三，好，哎呦。比较轻，对，比较轻，有比较轻，还好。好，哦 ，OK， 好，你们不要再陷害人家了啦，很快耶。对，干嘛 SQ 大了？快，好 ，Rush 什么时候被说像姚明的表情？差不多这一个月的时候，这个月，对，这个月很新。你是想要来骗通告费？我没骗，我这个月差不多这个月刚好没有钱吃饭。没有，不是。然后就是在 L B 那个什么 F B 上面的时候就会 L B J 对，然后就是 F B 上面的时候我疯传这张照片，然后朋友的时候就在 po， 然后我就看到他的那个鱼尾纹，因为我有鱼尾纹。嗯，所以心情怎么样？被说像的话，是蛮好的，因为当场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这很有趣。可是发现说，就是中南部好像不吃这一套，然后北部的话比较吃这一套。哦，中南部的朋友比较觉得是不像的意思哦。嗯，没有。所以你要到北部来骗我们？没有骗到，也是被砸。哦，对，真的，小谷。那我想请问他一下，就是好像小钟，对，好像小钟哦，要讲笑话，像变个魔术，还会模仿其他姚明的表情吗？啊，姚明有其他表情，有，哦，还敢啦，啊，来，什么表情？那我可以先砸吗？不，可以，我先砸再表演好吗？都可以吗？都可以，什么表情？比如说姚明在跑步的时候，哎呦，有可能啊。哎，扎这样的脸，这样的脸在跑步。哦，还有别的吗？还有没有？还有姚明抱小朋友的时候。哦，姚明抱小朋友。好，讲那是小朋友。砸了，砸了。哦，来，请就位。就位。骗通告。真这样，你是敢来哦？我连击。好。我知道，其实我觉得他应该是有因为模仿姚明而得到什么好处，所以他才有这个资格。对啊，太高了，对不对？怎么样？什么好处？发生什么事？就是那时候我去 FB， 然后有加一个女生好友，然后加下去之后呢，然后就是跟他聊一下的时候，他就问我说你是谁？我说我是他的小粉丝，可是我们后来就没有对话了。然后有一天我发现这个梗之后，我就马上 po 给他，然后他就说像，然后从此我们就开始聊开无限的话题。可是。他人住在台北，所以 Rush 主要是来找那个心仪的女生啊，好不好？祝你告白顺利啦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。让我们欢迎下一位来宾阿正同学，欢迎他。淡江法文系的阿正，什么？这个动物叫做树懒，树懒，你像树懒。好，阿正是什么时候被人家发现像树懒？在我高中的时候，我有朋友就是po在我的脸书上面说我很像树懒。这朋友后来绝交了吧？对啊，我们来看一下照片好不好？先看照片像不像？哦，有点像哦。好，嘉恩，就刚看当下觉得还好，可是你看他眼睛，他们笑起来眼睛都往下，对，眼睛超像。哦，妮娜觉得不像。对啊，我觉得这样讲一个女生太过分，就不是所有眼睛垂的人都像素兰吧？垂眼那么多，而且那五官都像。但是我看这个圈差呢，圈是多一点，但是差的也不少，我们要看一看。所以阿正，你希望你像吗？蛮可爱的。其实我个人是还好，就是也是能够接受的。哦 ，OK， 那我们就要来看看真面目了。三秒钟，预备，备，三、二、一，请揭晓。崩坏版黄国伦出场，令全场人都笑疯了。第六位来宾到底他会像谁呢？像的本人像不像？请揭晓！像不像？那三位女明星已经快
疯了是不是？来，杨晴。很像哎，来阿正，请到场中央来。好像，好像。你觉得阿正你的心情应该很复杂吧？感觉。嗯，大家好，我是香港人。哦，香港朋友你好啊。香港的素来。香港的素来，不是因为一个女生像刚刚讲的，就是说其实她。哪个女生希望自己像素兰呢？对不对？所以心情是你觉得还好，就是还好。然后就是来到这边以后，反而就是比较会跟别人容易亲近，就是可能有话题或者是什么东西又比较多。嗯，对，是的，可以聊哦。哦 ，OK， 我们要问一下来宾，来宾觉得来宾有点傻眼，他很用心耶，他连衣服都是毛的图案。然后后面也有毛，手上面也都有毛。好，维嘉。其实我想问他一下，就是他像素兰，他打工的时候会有什么影响吗？我打工的时候有因为就是样子比较讨喜，然后就是因为像这样，就是可能比较人家觉得就是不会是太凶那种，然后就会，然后去年打工的时候就有被人家请过，就是因为这样子被录取。哦，哦，可爱的，对，我觉得主要他是可爱，亲和力，哦，是不是？结果他一去上班，发现旁边都是真的，都是素来，在豆腐园，太像了吧？太吓一跳，然后怎么办？要在素来区的感觉，是不是？哦，所以其实你也蛮接受的啦，反正就生活开心，因为主要是可爱啦，可爱啦，对不对？可爱，可以说你像，比如说小浣熊啊什么之类的，对，仓鼠也有讲过，就是那种仓鼠，就是那种鼠类或者是土拨鼠，然后总是圆圆的，都是对，然后那些都被说过。后来你去动物园，树懒有没有冲向你？对，有点怕，所以到现在没有去过。有吗？跟他面对面这样子，有吗？对对，有没有跟他面对面？我是没有真正的看过素兰，可是每次看那个 Discovery Channel 的时候，觉得啊，我自己怎么在上面？他蛮可爱的，他蛮想得开的。那你有养宠物吗？我是没有啊，我爸妈不允许我，因为我已经长得太像。你爸妈已经养了，太像了，因为很过分。但是我刚刚看你有一直在看威廉哈，觉得威廉怎么样？我像素兰吗？你像素兰的菜。嗯，那么从上半身看下半身，是不是喜欢吗？喜欢，就不错。哎呦。香港来了，拥抱一下好不好？是啦，抱一下啦。香港朋友，蒙台梅啊。对啊，就是树懒都在抱在树上啊。真的，整个爬上去了。爬上去 ，OK 的。哦，好，那谢谢这个阿正，好可爱，小树懒，谢谢你。好的。我们已经走入动物界，接下来这个也是蛮另类的，蛮酷的哦。这个第五位同学换歌，欢迎他。他长得像王。秉忠，你先介绍一下你像的这位对象。就是王秉忠，就是在那个之前的学运上，然后唱了一首《中华民国颂》，然后就声名大噪的人物。好，我们先看看他的照片，好不好？哎，同样好像，像不像？兄弟吗？好像有感觉。好像啊！请问一下阿 Q， 很像啊！我刚一瞬间不知道哪一个是哪一个，因为我一瞬间看，我不知道哪一个是假的，哪一个是真的。眉毛也是浓浓的，对，眼睛有一点点掉掉的。650，你觉得？我觉得蛮像的，就是五官，就是眉毛都蛮像，有像。好，来倒数三秒钟，3、2、1。全数通过，超像的。来，欢迎秉忠哥，欢迎秉忠哥，
你真的蛮像的，对啊，看到本人的感觉 ，Patrick。不是，因为我没有看过王秉忠本人啊。如果你今天说来宾是王秉忠，我也会相信，你会相信对不对？怎么长一样哎？心仪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会不会为了不要跟他那么像，然后去做一些改变？哦，就是像我光是减肥都减了10公斤，哦，然后刻意的，算是吧，然后还有就是他，因为我会注意他穿过什么衣服，然后尽量不要去跟他穿一样，尽量避免，尽量避免，那你就穿女装就好了。像我身上这件衣服，就我就记得他有一件皮衣还跟我还蛮像的，所以我就可能今年不打算穿这件了。哦，这是最后一次亮相的机会了，对不对？要珍惜。好，安迪。就是平常会有人叫你模仿他吗？哦，会啊，同学都会叫我模仿他唱歌，还有就是像上新闻政治节目的时候那种，就是被讲到没话说，然后生气走人的样子。来来来，一段来一段，换一段，一段有认真的模仿，学习过的，这是经典。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，千秋万世，直到永远。我想那个刚这群大学生应该对我这个表演觉得我五音不全吧，那我就是我觉得你们应该是因为当他群魔出来的时候，我听到一些比较正气的声音，也加你在不？我是用心在唱。哦，现在在讲，现在是代表演，表演。哦。太像，让大家吓到了耶，已经分不出来了，好自然哦。有没有因为这样有女孩接近你？因为王秉忠吗？对，来不及。目前是没有了。哦，目前没有。想要真有吗？有女朋友。哦，女朋友了，恭喜恭喜恭喜！因为这样子的恋情有比较美满吗？不造成影响。算是今天为止是压倒性的票数啊，太像了，真的蛮像的。谢谢我们的幻哥、秉忠哥，谢谢幻哥，谢谢。再来就是第六位来宾，到底他会像谁呢？欢迎佑佑，佑佑，国伦老师，范家成，你是哪辈吧？长得像，拜个黄国伦老师吗？谢谢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他的照片跟黄国伦老师来比对一下。佑佑的照片像，像，照片像不像？全场。好像有像哦，年轻版的。阿布觉得，他是猥亵版的，他是猥亵版的吗？好 ，Patrick 觉得，就是只有发型不一样啊，那脸是一模一样的脸啊 ，P 上去的吧？照片都这么像了，本人像不像？倒数3秒，3、2、1，请揭晓。那三位女明星已经快疯了，是不是？来，杨晴。杨晴。怎么样，雷瑟琳？怎么样，雷瑟琳？如何？喜欢吗？看着怎么那么开心？笑尬。怎么样？真的很像，是下巴、嘴唇好好好像。下巴跟嘴唇。你胡子可以加深一点，而且你连那个微笑弧，好像有那个窝也一模一样哎。天哪，要去验 DNA？ 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，佑佑？你像黄国伦。大概就是5年前左右，那时候那个超级偶像很红，你知道吗？是。然后国伦老师每个礼拜都会当评审啊。对。然后有一次我在那个街舞比赛的时候，我跳到一半，就跳到正嗨的时候，那个主持人就突然说：“哦，这个会跳街舞的国伦老师上场了。”然后我当场就。就是跳不太下去，也不会跳不下去，因为要维持那个跳舞的专业。是，对。可是观众都已经笑到弯腰，更没在看我跳舞。然后从此这个绰号就跟着我。心情呢？像黄国伦的心情。像黄国伦的心情哦，其实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没有，抱歉，这个我的刘海今天有点那个，有点走针哦。走针。好，那个就是心情其实也还好啦。对。通常是讲走中啊。是吧？走中啊，对，就是也不会怎么样，对，因为
算是一个记忆点的。记忆点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大鹅。好，大鹅。那你像黄国伦有没有意外的收获？意外的收获，就是该怎么讲？就是大家应该会就是多少就是会记得我吧，因为那个你知道，就是跳街舞的话，如果你名气大一点的话，就是哦比赛的时候哦你就先赢一半的，然后先输一会赢。我一出场的时候，对，国伦老师就来了。懂你意思，就是那个观众员立刻就加分，台员立刻加分，哈，对不对？阿布，那你有没有因为就是长得像国伦老师，异性缘有没有比较好，或是比较不好？异性缘哦，我异性缘本来就不太好，对。所以国伦老师更不好吗？的意思是这样吗？也没有啦，就是。就是这种事情就随缘呐，哈，随缘随缘。家道那有要真有吗？你的条件是？对哦，你们比较喜欢哪一种类型？就是反正我的 Facebook 嘛，就自己搜寻了，对，可以加我好友。他自己还熟这样一话。我们说当然还要帮你打上去。我们还蛮想看黄国伦老师跳舞的，对，是不是自己不会跳吗？可以来一段吗？可以吗？是要什么样的音乐？掌声欢迎佑佑。什么意思？不会听的吗？哎，哎呦，什么意思？啊！哎呦，怕！哎呦，哦哦！哎呦，创造来 jazz！ 啊！哦，好灵活哦，好快哦！哎呦，还是真的会的，真的会的啊！好恐怖，怎么这？哎呦！哎呦！好，怎么会？对呀，这样跳完，其实女生有对她动心吗？女大神圈叉，哎，那脸这么像国文老师，也没有哎，她还是国文的脸。小芝也是蛮挑的哦，小芝，小芝，不是因为她在跳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就是很奇怪，我也不知道，就是觉得还好。哦，大鹅。对啊，就看感觉就是在看那个黄国伦跳舞，所以没办法，没办法看她。这是脸的问题吗？谢谢，谢谢。不过三位有新戏要告诉大家啦，是的，对对对，宣传一下，叫做我们的新戏叫《俏魔女抢头婚》，然后在12月6号每周六晚上10点会同时在中视还有 TVBS 一起同步播出。哦，是什么样的剧情？大概？其实我觉得我们剧种蛮特别的，其实它蛮轻松搞笑的，但是它的议题是在探讨说现在的男生。其实好像都不太愿意踏入婚姻哦，所以如果当你跟你在一起很久的男朋友不娶你的时候，你到底是要愤而离开他呢，还是就继续维持跟他一样的男女朋友的关系？这问 Ken 哥啊，为什么都不结婚呢？对，因为可能我年纪还小吧。现在还要玩多久呢？你来正这里啦。跟今天的无关，对，跟今天无关。没有，我觉得现在的人越来越晚婚，这是正确实。是，对啊，反正大家其实那个，我们平均人类的寿命其实可以延长，对，对啊，以后享受的时间更久。对，以后大家可能到75岁才结婚，太晚了。好，到时候看这个剧就可以解惑了，好不好？谢谢三位美女，谢谢。